泳儿相隔三年再开 show， 呢次嘅歌衫有优雅华丽风格，亦有型格性感风。音乐会歌单不乏耳熟能详嘅经典歌 ，Vince 一开口已经令粉丝听得好投入啦。亦系 Vince 转型行暗黑风格后第一次开嘅音乐会。回顾入行十七年嘅高山低谷时 ，Vince 都忍唔住紧咽落泪。从前我系一个好害怕去面对暗黑嘅人，唔知点解喺呢几年我自己人生里边，确实系经历咗好多唔同嘅高山低谷。我觉得我自己系被逼、被粉碎。我每一次被粉碎之後，我才會有勇氣去突破自己，我才有勇氣去真正問到底泳兒這個人想要些什麼，到底她想成為一個怎樣的歌手。我發覺原來 breaking 和 breakthrough 其實是可以相輔相成的，所以我要多謝我生命裡面經歷的所有 breakdown， 是因為他們令到我可以再次進化成為一個新的自己。 Vince 開 show 那晚也是星夢傳奇二決賽夜，雖然身為導師的 Vince 無法親眼見證傳奇新星誕生，但他也很關心戰況，還大讚 Jasmine 任海晴實至名歸。即其實五個都很好咯，即可能再多一次比賽又不同的了，其實即都是看他們現場 的表現，所以都開心啊 Jasmine， 因為我覺得 Jasmine 都是一個很有做 star 的 quality potential 的女仔，即她樣子又很靚女啦，跟住聲又特別啦，所以都是實至名歸的。我覺得有點可惜啊，今天不能夠見證他們這個比賽。可惜㗎，我可惜了很久了，即係同佢哋相處咗都有四個月的時間，但係唔可以見證他們最重要的時刻是有點遺憾的。咁但係我都努力，真係嘗試過爭取睇下場我演唱會的場地有冇其他的日子可以完咗，即係星夢我可以 concentrate 做演唱會，但係真係冇期啦，大家都好爆啊！那個場地，所以唯有國外啦。